的人在订房间的时候，你他有一个免费的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三天，你可以去免费参加竹子湖半日游，免费的哦，免费哦，免费哦，还可以送一个300块的餐盒，免费哦，免费哦，这个钱，这个钱就是台北市旅游局出啊，跟谁配合？雄狮旅游，你看，我们帮了一个政府中央的忙，现在政府。